所以无所事的要管理，要变化，变得处理。因为哈，现在你完全紧急，反正正常。所以说这个事情，我倒觉得无所就是我们要在面对问题的，因我们能够把问题当作是问题，当然解决。无所它就是一个问题，但是长期来要一直采取这种假装没。如果都是放任不看啊，不是这样子吧？我在想哦，交通局哦，我想我们交通局应该对台北市的路轨哦，也提出一个看法。那如果是我们要对中央的建议，应该提出一两个礼拜就提出了，因为这样摆下去不是摆。哦，局长啊，你回答就是就是嘛，你记者那摆，这一两个礼拜针对路轨，针对路轨的管理办法提出一下，我看你是上台北市的看。交通部在上个月已经公布多人进行这方案。自行车，他就现在自行车什么物流化，他的方案是公布的。那之前的单位是那交那个，那现在物流送餐的问题啊，那现在关注的送餐的是，他已经折损建立什么，因为那个是属于后运输管理的，是在台北市区建立什么的业务化。那我们当然跟他反映，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许市长现在亲自在现在这个议会殿堂公开的指示，请你再做些言语嘛。对啊，今天是这样，重要的法令嘛，但代表是要怎么执行，这很清楚。对，我们叫不管叫流程叫规则，我们还是在对这个我们因为重要的法令，市长现在很清楚交代如果有问题，台北市要台北市的态度，阿德哥，好，提出我们的看法，重要的不能只是重要的事，但是我们台北市要我们台北市的看法，这个的话，两个礼拜提这个方案到什么时候？好，两个礼拜，好，市长。